序，守护香港。我同好多打工仔一样，每日都搏到尽。退休未谂啊！温彦裁定49项有关议事规则嘅修订，咁最快喺下个月嘅大会讨论。政府公布最新的健康调查，推算近300万人有高胆固醇，比上一次调查多了100万人。印尼巴里亚贡山火可能大爆发，十万人要疏散，机场要调关闭。注射噶啦，我就注射咗啦。专工专责规定实施咗啦，冇技工注射就唔可以喺地盘独立做翻做开工。老豆，我哋都去建造业议会注册咗啦。有咗专业资格，周围都揾我哋开工，所以咪少见咗我哋咯。而家我哋个个都系师傅嚟噶啦。呢个人啊，专工专责规定已经实施，即刻跟你嘅工种去注册啦。你以为招标仲有得拣？我哋一早搞好晒，你边有得拣咧？我哋赚到尽，冇人同我哋争。出啦，围标。你哋都冇得耐啦！香港而家身兼行管会主席嘅立法会主席梁君彦会后话，决定向4名前议员追讨旧年10月12日起获发嘅全数议员酬金同埋营运开支津贴。其中向刘小丽追讨嘅款项最多大约313万，姚松炎就大约312万。至于梁国雄同埋罗冠聪就被要求退还270几万，四个人被追讨嘅总薪津达到大约1174万。行管会除咗寻求内部法律意见之外，都系取得外间嘅大律师就呢件事咧俾咗法律意见。委员考虑到有关款项是涉及公帑，行管会是有责任追讨呢个款项。原仲庭的判决已经讲得很清楚，是10月12日，他已经不是立法会的议员，亦都根据释法嗰度讲，如果他不是议员就不可以享受议员的待遇。行管会将会向4个人发信通知，要求他们在4个星期内回复，收到回复之后会再决定下一步行动。梁君彦又重申，根据法例，4个人在被法院裁定失去议员资格之前，在立法会内作出的投票全部有效。另外，行管会早前入禀区域法院，向另外2名被撤销议员资格的梁仲恒和游慧晶追讨合共186万新津。梁君彦话还款期限已经过了，正系交俾律师跟进。无线电视记者吴子敏报道。我冇记错啊嘛。知识、实务、技能，就系你嘅未来。职业专才教育，为未来铺路。我系阿德，我系阿德，我系阿德，我都系阿德，我就系清洁龙阿德。我信冇嘢系唔得，香港人做得、玩得、食得，清洁香港咁简单嘅事，点会话唔得？处理大包垃圾又得，细件垃圾又得，总之乜都得。香港系我哋嘅屋企，人人都可以系阿德。我是法团通告通知你，嚟紧要请新的清洁和保安公司，仲要做外墙维修，你是业主要俾咁多。你唔知咧，因为你冇出席法团会议咯。大厦公用部分，业主系有责任一齐管理嘅。当法团商议重要事项时，业主应亲身出席同投票，保障自己嘅权益。管理大厦要积极，携手参与齐得益。识得同人分享，世界就会不一样。可以分享生命，捐血救人，系一件好美丽嘅事。捐一次血就可以救翻至少3个人嘅性命。分享生命，捐血救人，你都可以噶。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騎呢啲唔驚會跣親，地面要乾爽啊！小心啲，啲都唔用就要放翻入刀架啦！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揾人幫手。安全啲，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啊！即係收入咧，係喺一個立法會主席同埋市民
应手的情况之下呢，是产生了工作单位的工作的结果来的，定要将他们四位同事的即是医院抽金和他们的实报实销的开支呢是全数追回呢，我觉得是完全不能够理解都不合理。胡志伟说民主党将会去信行管会，要求重新考虑追讨薪津的决定。无线电视记者陈小恒报道。转下另一个立法会消息，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裁定49项议事规则的修订，最快可以在下个月的6号大会讨论，包括由建制派提出将全体委员会的法定人数由35人减到20人。立法会建制派和非建制派先后提出60多项有关议事规则的修订，主席梁君彦最终否决了建制派其中2项和非建制派其中14项修订，原因是认为抵触基本法或者是内容不准确等。至于获批的49项修订，较受争议的包括由廖长江提出将全体委员会的法定人数由现在的35人减至20人。主席要求点算法定人数，所謂的全體委員會即是法案獲得二讀通過之後，議員審議條文的階段期間發言不限次數，以往亦都有議員點人數，被形容為拉布的戰場。梁君彦承認曾經諮詢獨立的法律意見，全體委員會必須要至少35人以符合基本法第75条，不過他審視廖長江的建議之後認為不一定違憲。廖長江議員攞咧就將個全體委員會咧係等同一個立法會轄下嘅委員會，咁所以咧係個模式係不同嘅。呢個模式咧係明顯咧係冇抵觸到基本法第75条。咁所以我覺得最穩妥嘅咧係由立法會對自己去決定。梁君彦在裁决的文件中透露，廖长江最近找到英国御用大律师彭力克和前立法会法律顾问马耀添提供法律意见支持今次的修订。泛民认为梁君彦的做法不公平，即是现在的球场是他的，足协又是他的，这些人又多了我们的，其实他玩完了。长远建制派夹硬是要在极有可能违宪的情况底下通过现时这一系列的修改議事規則的程序，長遠對於立法會禮法，而家最新的意見咧係相對嚟講比較聚焦同埋全面嘅。即刻我相信大家都預咗㗎啦，咁我相信咧就即刻翻返紅綠房咧，到時大家再傾傾下究竟邊個係更加喺法律上更加站得住腳啦。謝偉俊就重申修改相關嘅議事規則係有必要。無線電視記者詹前榮報道。消息話，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下個月13日至15日第一次去到北京述职。述职期間，林鄭月娥將會向國家主席習近平匯報香港的情況，預計亦都會有機會獲總理李克強接見。而佢到咗北京之後，會先同港澳辦主任張曉明見面。出嚟翻嚟會報道。政府調查預計未來10年34至74歲的年齡組別，大概有10%人會有心血管疾病。總理李克強在匈牙利出席中東歐國家經貿論壇，提倡加強金融投資領域的合作。红冒药酒67味中药，祛风寒、止疼痛、调五脏、补气血、治病又强身，是中老年人综合调理的好方法。腰腿不痛，关节好，生活才能更美好。要是社区、企业睡得安心，老伴儿可就省心喽。爸妈有口福，全家都幸福。红冒药酒，中华老字号。红冒药酒，每天良好。冇日冇夜咁咳，喉咙胀气失血痰，喘到上气自我下气，长期咳痰喘，三种症状一个方法。保肺丸，保肺丸，保肺丸，仰卧跌太，保肺丸。好嘅时候，佢持唔同意见嘅态度，早就俾明珠佢哋转化咗。而家索额同上表。
任何他都尚书写，咁显然系为咗合作领导人会晤期间，他将与中东十六国领导共同规划未来的合作纲要，见证一批文件的签署，并共同会见记者。在28号，李克强将展开对匈牙利的正式访问，与欧尔班总理举行会谈，并见证双方政治、经济、金融、人文等领域的合作文件的签署。另外，李克强也将。To control the virus. First, the truth about it. 红次女又真系胡思乱想。我的个人，那保守感。预祝您今天最后两位成功入手。何从明系你嘅门生，你可以跟电饭煲一点关系都没有。真的吗？对，很多人是这样的想法。我说实话，我原来也是这种想法。因为我小的时候在吉林长大，我们东北大米太好了，那黑龙江、黑土地都能灌出牛来，那个米就特别的好吃，对吧？对吧？所以对于大家来说，我们一直都认为米很重要。我也是。生态美国自己。因为我们也是世界地质公园太姆山的这个景区范围内，所以呢，村民们也通过旅游，一起来揭示宇宙的奥秘。这样的过程很有意思，你要去寻找宇宙中的黑洞，观察黑洞，然后向黑洞要答案。那么，科学家在寻找看不见的黑洞和揭示其惊人结构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呢？这是一场探索之旅，我们即将出发去寻找并揭秘神奇的宇宙物体——黑洞。差事俾你啦，主子啊！眼前有咁多才子达人，要人才嘅呢啲才师，想出金银女子梦嘅。主子有咩旨意啊？系咪要人才帮下睇诗剧点嘅咧？品评诗嘅优美。很肉疼，晶晶莹莹的。朕要你立即做的，是的。到底苏麻拉姑睇病，你都知啦。朕有个启蒙师傅叫吴次友，而家又系出家人嚟。公事公事都开咁多情下，就好惊恐。但系又才变咗吴先生，吴先生又人品端庄，学识成正。叫做慧真，喺宫内大宅修行。朕听明知讲你嗰种医道，想叫你去诊视一下。朕自细亲近最多嘅边人，一个系尹冬平嘅母亲。二次全港人口健康调查。问卷访问12000多个15至84岁嘅市民，并为当中2300多人做身体检查，包括系量度体重、血压以及血糖等。调查有一半受访者属于肥胖或者超重，其中45至54岁嘅中年男士肥胖同过重嘅比例最高。有近60%人至少患有其中一种三高，包括高血压、糖尿病同高胆固醇。其中有高胆固醇的比率高达49.5%，推算全港大约有290万人有高胆固醇，比起2003年第一次调查的时候多大约110万人。调查预计未来10年34至74岁人士当中，每1000人就有106人患心脏衰竭以及中风等心血管疾病。卫生署话，香港人出现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同不健康的生活习惯有密切关系。例如食蔬果不足比率高达94%。世卫建议每日摄取少于5克盐，近85%人都做不到。可能生物质富裕，市民可能山珍海味一些很丰富、很美味的食物咧，系多了。一般嚟講都係有高鹽、有高糖、有高脂嘅啦。好多輕微病徵嘅人士喺初期嘅時候咧，透過一個健康飲食、多啲運動、減輕體重咧，就已經可以將佢嘅血壓啦、血脂啦、血糖啦，全部係受控制。調查亦顯示，吸煙人數下跌1.5%，但係有飲酒習慣嘅人多達60%，10年間上升近1倍。
衛生署話，如果唔改善市民唔健康嘅生活習慣，對於醫療系統將會造成沉重負擔。無線電視記者陳日思報導。港鐵宣布沙中線九龍城段兩個車站分別定名為土瓜灣站同埋宋皇台站。接近宋皇台公園的車站在施工期間原本是叫做土瓜灣站的，港鐵正式宣布改為宋皇台站。至於另一個車站馬頭圍站就改為土瓜灣站。港鐵解釋是回應地區人士希望車站能夠反映宋朝古蹟的特色。港鐵高層和運輸及火局的代表出席評頂儀式的時候說，九龍城段兩個車站和大圍至紅磡段最後兩個車站已經完成結構工程，預計沙中線在2019年通車。泰美股表現，道指暫時升了61點，報23619點。歐洲股市方面，三大指數全線向下，恆指跌了180點，報29686點。恆指期貨夜市即月係升咗37點，成交係22000多張。印尼當局將巴厘島亞共火山嘅警戒級別提升到最高，下令10萬人要疏散，又暫時關閉巴厘國際機場24小時。當局警告火山有可能大規模爆發。亞共火山不斷噴出火山灰，噴發高度去到3000米，當局星期一將警戒級別提升到最高的第4級，意味可能有大規模爆發。水夾雜火山灰和碎石形成火山泥流，沿山坡向下流。火山泥流可以造成嚴重破壞，淹沒和沖毀道路以及建築物。當局已經將撤離範圍由原先的方圓7.5公里擴大去到10公里，超過20條村，9到10萬個居民需要撤離。不過星期一只得大約4萬人撤離到安全地方，當局說必要的時候會強制疏散。不過即使撤離範圍以外的村落都蒙上一層火山灰，有農民說木草沾滿了火山灰，不能夠讓飼養的牲畜進食，要帶埋牲畜撤離。由於巴厘島的國際機場上空亦都有火山灰飄至，星期一早上7點起關閉24小時，超過400班機取消，近6萬個旅客滯留。中國駐當地領事館說，島上有大約17000個中國旅客，航空公司和旅行社已經安排巴士載中國旅客到碼頭坐船到爪哇。亞共火山上次大規模爆發是1963年，造成過千人死亡。不過有地質專家說，1963年那次爆發，火山灰噴到2萬米高空，今次只去到3000米，認為威力和影響較小。無線電視記者陳敏婷報導。而本港今日有9班来往巴厘的航机要取消，听日亦都会有1班去巴厘的机要取消。而现在一共是有6个的本港旅行团，合共是150人在巴厘，其中3个原定今日返香港的旅行团预计要滞留1-2日。到访匈牙利的总理李克强出席中东欧国家经贸论坛，提到中国和中东欧国家要加强在金融投资的领域合作。李克强当地星期一在布达佩斯出席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论坛，和16个中欧和东欧国家磋商加强经贸联系。他致辞的时候说，中国预计在未来5年全球进口总额将会超过8萬億美元，欢迎各国把握机会打入或者扩大在中国的市场。跨区域的合作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载体，这样呢，它既可以使全球化真正的覆盖世界的各个角落，它又可以根据每个国家各个地区不同的情况进行啊互补性的合作。李克强亦都宣布成立中国及中东欧银行联合体，中国开发银行将会提供价值大约24億美元的金融开发合作贷款，另外会集资10億美元，主要投资在中东欧。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就说，如果欧洲自我封闭会错失经济增长机会，因此中东欧16国一直保持开放，亦都视同中国的合作是良机，并且强调东欧同中国的经济合作不会受任何政治障碍影响。
歐爾班又讚揚中國的一帶一路計劃提倡互相尊重和共同利益是全球化的新模式。無線電視記者陳雅靜報導。休息回來會講下，港大醫學院引入技術治療惡性骨腫瘤病人，今晚醫療專題會詳細講下。日本呢款阔别近半个世纪的火车最近复出，阵间翻嚟介绍下。心脏好发飙，就嚟跳出喉咙顶啊！心脏唔好，心好危，呢啖气上唔嚟啊！心脏唔好，胸背痛，就惊突然间心绞痛，挨唔住啊！心脏不好有好药，冠心病专利药益安宁丸，益安宁丸十大名贵中药几乎尽为所用，西红花、石斛、丹参、三七，活血行血，进血顺畅，冬虫夏草、海马、灵芝、鹿茸、西洋参滋养心脏，奔出有力，进出有保障，就是好心脏。益安宁丸因为药材名贵，功效确切，由香港引进内地，获批国药准字号，授予治疗冠心病的国家发明专利。冠心病专利药益安宁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用香丹青啊，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便秘，个肚又硬又胀，仲系用香丹青。香丹青牌屙然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草本配方，胃肠道加把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15年。上咗年纪，经常便秘，用香丹青啊！经常便秘，觉得有力都出唔到，用香丹青。去厕所都唔敢用力啊！就怕出什麼大問題，都是用香丹青。便秘，經常便秘，認準香丹青。香丹青牌屙然膠囊，草本配方，潤腸通便。便秘，經常便秘，認準香丹青。冇日冇夜咁咳，喉咙胀气失血痰，喘到上气接唔到下气，长期咳痰喘，三种症状一个方法，保肺丸，保肺丸，保肺丸，仰卧跌排，保肺丸，保肺治咳喘，使得咳痰喘，你需要保肺，保肺丸，保强肺功能，专治反复咳痰喘，唔嗌唔喘，做嘢有力，胀痰化开就舒服，好好唞啖气，仰卧跌排，保肺丸。悲伤已没时间，还有力量志气不减，都想。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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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去做很多劇烈的運動啊，或者碰撞。除了金屬骨，另一選擇是異體骨，即是屍骨。不過要先等到遺體捐助，就算等到，由於骨頭的大細形狀和患者未必完全吻合，大約三成人會出現不同程度併發症，手術之後骨頭埋不埋到口都是問題。相反，接受新技術的榮林可以用到自體骨，即是自己的骨，不單止沒有損耗問題，長遠用的狀況都比較穩定。港大醫學院已經為包括榮林在內的八個病人採用新技術治療，全部人至今都沒有出現併發症或者癌症復發。無線電視記者黃德蘭報導。黃德蘭，不同部位的惡性骨腫瘤是否都用到新技術的呢？這個技術暫時就只是應用在手或者腳，如果腫瘤生了在盆骨，港大醫學院暫時就未做過這項手術，不過院方就說如果遇到合適病人都會進行的。但是不是所有惡性骨腫瘤的病人都可以用回自己的骨的呢？關鍵就是這個腫瘤對於骨的結構有多大影響，如果影響比較小都適合重用，不過如果腫瘤已經侵蝕入骨，影響到骨的結構就不適合。而如果腫瘤污染到神經線和血管，要截肢亦都是用不到這個技術的。好啊，中文大學團隊在雲南地震災區建造的新型抗震土屋為香港奪得國際建築大獎。2014年雲南老店縣6.5級地震奪去了600多條性命，數萬棟房屋被摧毀，大批災民無家可歸。中文大學團隊災後已改良的坑土建築技術，用了四個月的時間在災區建造了一間兩層高、面積近150平方米的抗震示範土屋，給一對年老的夫婦住。一地震之後有個很大的問題，就是那些材料就突然間貴得很厲害，咁變咗咧，其實一般嚟講，你$10,000起咗間屋，你災後重建咧，可能幾萬蚊嘅。我哋睇到咁嘅情況之後，我哋話諗下可唔可以用就用當地嘅啲嘅啲震爛咗嘅材料嚟做咧。另外喺佈局啊，同埋結構上面咧，都係用一個好科學嘅方法去考慮，去令到佢我哋起嗰陣時咧就好堅固嚇。呢個就係我哋最緊要嘅一個重點嚟嘅，即係好簡單嘅嘢，令到你係好堅固。團隊利用倒塌房屋嘅泥土，調校土料中的黏土、沙子和纖維的比例，加入極少量水泥，以及在牆體加入樹向鋼筋和橫向混凝土圈梁，令到土屋可以抵禦8級的地震。而每平方米建築費只是600人民幣，比同村混凝土房屋成本低四成。土屋之後經歷了兩次地震，至今仍然完好無缺，更加為香港首度奪得有建築界奧斯卡之稱的世界建築節2017年度建築大獎。中大的團隊未來一年會在昆明培訓當地工作，希望將這種技術推廣。無線電視記者王惠芝報導。日本鐵路標誌性的 D51 蒸汽火車闊別44年之後在山口縣復出，協助推廣旅遊。九休復出的 D51 蒸汽火車上個星期六早上在山口縣的 JR 新山口站和鐵路迷見面，火車頭入面的煤炭再度燃燒，準備重新接載乘客。復駛儀式吸引了幾百人去到車站，一睹這一架明星火車的風采。火車之後開出新山口站，駛去隔離島根縣的津和野站，不少人就沿途在路軌旁邊按下相機快門，記錄這一個歷史時刻。もうかっこよかったです。いつも見るC57 よりも大きくてですね、はい、懐かしい方ですね。本当に私も年を取りましたけども、元気なうちに会えてよかったな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D51 火車在1936年開始生產，去到二戰期間產量大增，高峰時期有過千架同時投入服務，屬於日本數量最多的蒸汽火車，時至今日仍然是很多日本人心目中的傳奇火車。无线电视记者陈雅静报道。英国哈利王子出年的春天迎娶美国演员梅根，两个人的婚讯公开之后，在伦敦的肯辛顿宫见记者，哈利说对于即将结婚觉得很兴奋。33岁的哈利和36岁的梅根今个月较早时订婚，婚事已经获英女王同意。体育方面，巴黎圣日耳门在法甲榜首大战作客击败摩纳哥。星日耳門就是贏2-1，榜首優勢拉開到有9分。
星嘅赢出榜首大战。不过赛后最多人讨论嘅唔系入波嘅球员，而系佢。倒锅嘅麦巴比啊，呢一球推过埋门将噶啦，但系面对大大嘅空门，射到咁。麦巴比嘅尴尬，好快被另一位球员表情盖过。充满疑问嘅达斯纳，问多自己100次都唔会谂出射唔入嘅答案噶啦。圣日耳门攻到19分钟，终于将个波送入网。卡云尼完全冇人体实之下，轻松射入。呢一位老大哥曾经承诺，球队下一个12码会交由尼马主射。佢又冇食言噶，尼马就喺下半场嘅初段为圣日耳门改写比分为2-0。讲翻麦巴比啦，原来提亚高达斯华中场休息嗰阵，喺更衣室幽默咁问佢。是不是還以為自己踢緊波蘭哥啊？嗱，當然講笑嚟嘅啫，但係麥巴比的確浪費咗好多機會，或者應該話係好多好多鑽石級嘅入球機會啊！就連舊東家破蛋嗰球都同麥巴比有關。莫天奴的罚球是省中他改变方向入网，圣日耳门最终赢2-1。转睇 NBA， 热火作客赢公牛7分，连赢3场。深色衫的热火第一节表现如文火，获得7分嘅啫，系队史历嚟最差。不过文火好快入变冇火，第二节轰入38分，一下子扭转形势，半场反先45-42。文火转武火，武火变热火，热火最大人工凶神是即格斯，射入最高24分，有14分是嚟自第四节，包括两球的3分波。公牛啊，全场紧前，马克简伦射入3分波，追到81-80。不过即格斯老是常出现，呢一次入2分兼博埋犯规。板凳威力一樣咁強勁，4個後備全部得分雙位數，夾埋攞到54分，佔全隊得分過半。熱火最終贏100-93。法國相隔16年再度捧走台維斯杯，法國喺決賽要同比利時打到決勝嘅第5場單打先至分出勝負。法國啊派出藍衫嘅普耶對住達西斯，戰況都幾一面倒噶。世界排名18位的普耶直落贏6-3、6-1同埋6-0，協助法國險勝場數3-2，十奪台維斯杯冠軍。交翻俾你啦。好啊。新聞都報道完，晚安。慕斯睡眠系统特约新闻档案是由慕斯寝具赞助。70年代初，清洁香港运动大规模进行，澳门就在90年代中推行清洁运动。除了严格执行乱抛垃圾的罚则之外，如果游客犯规不交罚款，可能被澳门政府列为不受欢迎人物。重温94年的报道。澳门由明天开始是会严格执行新的市政条例罚则，如果随地扔垃圾是会被罚款200元到1000元，随地吐痰就会罚500元。负责今次清洁运动的市政执委成员萧慧珊说，基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以无论是澳门居民还是游客，如果他们乱扔垃圾都是会被检控的。萧慧珊说，他们的宣传运动已经做了1年，日后他们仍然会透过旅行团向外地的游客解释这项条例，游客不可以用不知道来做借口。他说，对于游客执行罚则的时候仍然是会有宽限期，但是在2次进出境都不交罚款就有可能被视为不受欢迎人物，一定会被他离境，但是再入回澳门的时候就会被知他于门外的。不过大部分的港客都表示不知道澳门有新的市政条例，但是他们认为即使是港客，如果随地扔垃圾都是应该被罚的。我应该要罚啦，200元啊，太多啲系咪啊？200元。